宝宝呀，哪个别人说的？下个过来了。下个过来了没？哎，今天在第一次碰我了，几点钟的话就自己放的。那你说我好难洗？哎呀，你估下呀。180好多咧系可能一岁都唔够就自己瞓噶。姐。系 Jalen Amber 啦。系啦，佢哋几个月大就点自己瞓。姐。即系我嗰个疏单咯，疏同你 Girl Station 都叫 Tolicky 咧。如果一个礼拜咧嚟慢慢开始播，一个礼拜首先咧有两日自己瞓，应该系咁讲，翻学之前嗰晚就自己瞓。你礼拜五六可以同班阿弟瞓 ，OK？ 咁复杂嘅妈咪，唔系即系一个礼拜俾翻两日你同我哋瞓好冇？咁咧，我哋咧个个 hobby 咧，爹哋，有冇呢个 Tolicky？ 你阿 Sir， do you want to look？ 唔开都知啦。同埋依個唔係咧 ，air game 我覺得嗰個可能想買大啲咯。Non 的，可唔可以咧？如果我唔瞓啲咧 ，air game 合格咗就可唔可以開啊？媽媽俾人還拖咗添。嗰個我買過大啲嘢俾你。Non 的啊！我可以送大啲嘢嘛，再多個禮物啊嘛。唔好咩？等先唔好咩？我唔想自己瞓，你都食啦。你知唔知點解？等先，你知唔知點解？因為我哋每一次開電視，你就喺度喐噶啦。然之後咧，你一路都唔瞓，然之後爹哋媽媽睇唔到電視。然之後咧，我哋睇電視就會影響你睡眠。然之後你第日又話好眼瞓，又話我喺度瞓唔著啦。當然仲有其他原因啦。成日都係話瞓唔著，你唔覺得近排成日咧開電視咧，然之後喺度喺度轉下轉下，然之後瞓唔著又喺度攬過嚟，咁所以咧會影響你睡眠質素噶。你翻學之前嗰晚最好自己瞓咯。慢慢加上去咯，最初一個禮拜兩日先咯。哎呀，好冇？咁然之後咧，依個就咁送俾你，然之後 Aken 再有新禮物，可以再揀到，可以再揀喎。等你係 provided 你呢個咧，你接受呢個條件先咯。你遲啲同男朋友都會一齊瞓啦。Should the could you do this guy？ 嗰啲生痰咩？台中台會俾你食噶嘛？蛋挞盘噶，唔需要肉嘅咁啊。但其实咧，我唔去都可唔可以？其实有嘅，因为我高级区就嗰个还嗰个，瞓觉还瞓觉嗰、這个，因为佢真系想你自己翻房，你自己间房瞓。如果我唔，我话唔想自己瞓，然之后咧，呢个如果我，然之后我高级区啦。然之後我依個咯，依個我要考慮一下先。No， 媽媽，媽媽陪你喺嗰邊瞓，你瞓著咗先走。夜沖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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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夜起きて自分だけっていうのが怖い。你唔会夜起きるか？我哋唔嘈。即系たまに。我哋唔睇电视。我最近ないけど。我哋如果唔讲嘢唔嘈，你根本成晚都唔会起身嘅。你都知你唔饮水啫，所以其实你本身冇尿屙嘅应该。哦，依个就系事。因为你依个人可以唔饮水噶嘛，好悭噶嘛。咪写 contract 啊？写低签名啊，要写低啲条件啊，嗰啲成。はい。こんな感じ。まだ名前書いてないけど、こんな感じ。契約書。私はこれから次の日に学校がある日は。自分一人でおねんねすると違う。いいよ。咁系咪有两个人签名噶？咁有个有个证人噶嘛？等先，我哋有冇讲几时开始啊？今晚试下啦。听日啦，要执台啊，要执房啊。唔使噶，我哋搬开啲嘢咧，等 proof 当喺度，你继续分析啦。我想听日开始，听日开始。好啦，听日开始啦。嗯。
好啦，要焗菠蘿都專備啊！你使唔使撒地啊？爹爹都要噶，冇咗個女喺旁邊瞓，爹爹都要心理準備噶。旁邊個突然間變翻咁大隻，翻翻客機，好失啲。係。妈妈或者爹爹一起跟你睡先，好像之前说的。爹爹没说过。要轮的。好了，要转了。那就是我给你今天开了。你知不知道在哪边开了？你不用戒的。一定我先见你。哇。你在跟 Lina 玩啊，这个。妈妈，你会不会最后是掉下我一个瞓，跟住你自己捐啊，同你女瞓嘅，或者仲三个去晒女间房間？爹爹好挂住你咧，会搬你过嚟瞓都未顶噶。爹爹，但系咧，爹爹如果搬你唔喐就好大镬，所以你减肥啦。哪一岁？你会唔会有时搬佢翻嚟噶？想揽嗰阵，应该会，可能好密添，可能晚晚都搬翻翻嚟，睇完电视就搬佢翻嚟，应该系。咦，面啊，你真系过咗几日噶？哇，条友嗰个你可以睇电视嘛？成个都。妈妈，我咪可以喺间房度装五点一啦。咩？装五个喇叭，再加十户法多几只喇叭，会唔会立体声啊？冇位。都够鱼，佢买条生包咪得咯，够唔衰嘅，多够鱼啊！呢个要大啲先够，咩叫做多够鱼？呢种广东话嘅神髓，系都食得嘅。呢系第一次自己瞓啊，系咪啊？但你妈妈霸住大半张床嘅。如果你不想来到才知道你想去的店铺已经执了笠，那就快点订阅我的 OK Family， 记得按旁边的个钟仔啊。